我告诉你，我可怜你，我不想报警，我也不想把你怎么着，就一个字儿走。我走，我根本就不该来，不该来，不该来。小旭呀，再让我抱抱孩子行吗？我哄了这么长时间，最后抱一次行吗？对，三百块钱拿去。给我，再让我抱一会儿，再让我抱。给我，给我呢，给我，再让我抱一会儿，给我，给我。
那不接电话弄手机干嘛呀？梅大姐，哎呀，梅大姐，帮我看一下孩子，我得上班去了啊。来，给。老太太呢？让我撵走了。什么？他掏了我2000块钱。说什么呢你？我都没听明白。你来来来来，坐着说，别着急，你可别乱讲。我根本就没乱讲，梅大姐，我都不想告诉你。你不跟我说，你跟谁说呀？老太太就这么着，你让人走了？我早上啊，准备了2000块钱，打算上班的时候到银行存去。可是到银行以后，我填完单子了，我才发现我没带那2000块钱，我就赶紧回家。等我回家以后，我就看见老太太正洗我那换的裤子呢。然后我就问她，我说：“阿姨，你看见我那2000块钱了吗？”不管我怎么问她，她都说没看见。所以梅大姐，我这一着急呀，我就搜了她的房间，我在那床铺底下，我发现了那2000块钱。老太太像干这种事儿的人吗？还像干这种事儿的人吗？你快把那妈字去掉吧，没把我这肺都给气炸了。我跟你说，哎呦，真是没想到，还以为这阿姨是多么好的人呢。多亏我发现的早，要是发现的晚呢，我那2000块钱还有这宝贝儿子可能都不见了。我觉得我不会看错人，老太太不像干这种事儿。我跟你说啊，我今早还去你那儿呢。我说老太太可留神呐，现在社会上拐卖妇女儿童的事儿可是多呀，你看这孩子可得看好了。老太太听我说这故事还没说完呢，抱着孩子扭头就进屋了。她抱着孩子那个动作，还有看着孩子那个眼神，可不是装出来的。哎呀，别胡说了，抱着他，我得赶紧走了。我没说完呢，咱们有什么话等晚上回来再说呗。我不说完了我就憋死了，那听我说。那你赶快说啊，刘总在电话里都已经发火了。姐，我就再跟你说一句，不能轻易冤枉老太太。我跟你讲，老太太抱着这孩子就跟他抱着自己家亲孙子一样，那个手那个眼神他不是装出来的，他一步一步往后退，好像个人贩子那个坏蛋拐卖儿童的那个就好像马上就要进屋来了似的。我跟你讲，老太太是个好人。我为什么给你打电话呀？我就想告诉你，安心的工作，不要想家里的事情。这老太太你不能轻易的把她委屈了。姐，你怎么不相信我呢？我都抓住她手脖子了，你怎么还不相信我呢？你还地下工作者呢？你对，没工夫跟你闲聊了，你赶紧抱着孩子，我得上班去。瞧你妈急的火上房了。宝宝你乖啊。哎呀，我走了啊，梅大姐。这孩子这硬邦邦的什么呀？这是小旭。哎呀，又怎么了？你看看，我都来不及了。自己看，自己看。啊！天哪！这钱哪儿来的钱啊？这得有10000多吧？哎呀，是啊。你想想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这钱，这钱是阿姨的。这他的钱？不会吧？哪个阿姨会没事给孩子屁股后边塞10000块钱、啊？梅大姐，这钱。是阿姨身上的，阿姨卖房子的钱，我在她身上发现的，她就别在这内裤的兜里呢。哎呀，我搜的深的时候发现的。哎呀，梅大姐，你说，可我都把她撵走了呀，那她为什么要把这10000块钱偷着塞给王子呢？小旭，我明白了，老太太把钱塞在这个孩子的屁股下边。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清白的。哎呀，你委屈他了。可是，小旭，可我真的丢了2000块钱呢，而且我还在他的床铺底下，他发现了2000块钱，他还说这2000块钱不是他的。你都跟我说糊涂了，这2000块钱是从哪儿发现没的？怎么就发现没了？你好好想想，你2000块钱在哪儿来的？在哪儿啊？是，你能证明2000块钱就是你丢2000块钱吗？哎呀，你先别打乱我，让我想想。沙发缝。哎呀，在这儿呢。哎呀，你这个事儿闹的呀！你说你可真行，你这不给人冤枉了吗？我冤枉好人了，这怎么办呢？
这么大的事儿，你也不说找我先分析分析。你说你还让人脱了衣服搜身，你可真干得出来你。那书都白念了，你那驴肚子里边去了，你真行你。我知道错了，可现在怎么办呢，美大姐？赶紧出去，把他请回来。哦，对，去呀！哎，帮我照顾孩子。别着急，哎，小心啊，小心。千万别生气啊，阿姨，阿姨您别难过，是我错了，我对不起您，我对不起您，阿姨，我错开您了，阿姨，啊，找着就行了，弄清楚了就好。对了，阿姨，您看，这是您放在小王子身上的这10000块钱，这个呢是床铺底下的2000块钱，你拿好了，给您。这2000块钱不是我的，我不要。10000块钱是我的，我也不要了。带孩子了。阿姨，您别难过了，是我错了。阿姨，您别走，别走。阿姨，你得听我说一句，你得听我说一句，这事赖我。我当姐姐一点样都没有。我告诉小旭，让他提防着你，让他到处上锁，让他查油瓶子。让他数鸡蛋，看奶粉，都怪我吧。阿姨，您别走行不行？我求您了。阿姨，别走行吗？别走。阿姨，什么都别说了，我必须得走。阿姨，快点。阿姨，小心。奶奶，听我说一句。别拦着我，别拦着我。听我说一句，不想待。你看小旭站在马路上这么哭也不好看呢，再说孩子也哭了。您怎样都能撑船，您大人有大量，您帮帮他们娘俩，不然我给您跪下。阿姨，您给我个赔罪的机会。阿姨，您别走。孩子给我。为了孩子。不走了，阿姨，您别生我气了，您别生我气了，阿姨，啊，您把衣服换上吧，换上以后我才能知道您真的不想走了。我说不走就不走了。那您就把这衣服换上吧。上班去吧，上班要。好，阿姨，您真的不走了是吗？不走了。哎呀，太好了！哎呀，您看这有水果，你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真的来不及了，我先走了啊！哎，走了。哎、你干什么呀？念绝啊你！不是我着急，刘总都发火了。对呀、啊，我得马上走。上班去，上班要紧。阿姨，我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什么事都没发生，带你媳妇儿上班去，工作不能耽误。啊，我走了，阿姨。嗯。快点，来不及了。存的2000块钱没了，怀疑是阿姨偷的，我把阿姨就给撵走了。后来我在沙发缝里找到了钱，还在王子身上发现了10000块钱。后来我突然想起来了，
阿姨肯定是阿姨给塞的，因为我在搜她身的时候，我发现了阿姨身上的10000块钱。怪我，都怪我，当时不该一时冲动，我这。你站好。干嘛呀？你站好。满大街都是人，你喊什么喊呢？脑子有病啊！你脑子才有病！我告诉你，就算阿姨她偷钱，她也不会偷你的钱。哎，你怎么和阿姨说的是一样的话呀？反正阿姨她不是那种人，你知不知道？哎呀，我也知道阿姨不是那种人，所以我不是跟她道歉了吗？可是你跟我吼什么吼啊？赶紧走！哼！哎，你去哪儿啊你？你自己去上班吧，我回家。你回家干嘛呀？啊！我回家道歉去。我已经赔过不是了。你赔不是够吗？我告诉你，阿姨有多伤心，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我，大川儿，大川儿，你替我好好赔个不是，告诉阿姨，你说这回我认准了，他是个好人。好孩子，躺一会儿啊。哎，躺这儿。哎，真听话。这2000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娘，儿子，你这是干什么呀？娘，小旭都跟我说了，我下跪给你赔不是。事儿都过去了，儿子，你膝盖怎么那么软呢？说跪就跪，起来，坐这儿。娘，让你受委屈了。小旭他跟我说，他知道他错了。他这个人就有这个优点，一旦知道自己错了，马上就会认错。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说他认准了你是个好人。娘，我告诉你啊，你想干什么？我想利用这个机会，把你是谁告诉小旭。你敢？娘，火候真的到了。你看，如果这个时候我告诉他真相，再加上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他肯定会接受的。不行，娘，我求求你让我说吧，我真的快憋死了，你知道吗？是因为他不知道你是我亲娘，才把你当贼防，不然会有这么多的事儿吗？会让你受这么多的委屈吗？我想今晚我就跟他摊牌。傻儿子，你敢肯定他知道我是他亲婆婆不跟你翻脸吗？他现在承认我是个好人，但他不一定愿意承认我是他婆婆。那可不一定，我想他应该会很高兴的，因为现在家里没人照顾孩子，如果他知道你是他的亲婆婆，以后小旭就不用担心没人来照顾孩子了。我这就跟他说去。可是这行吗？哎，娘，大不了我和他翻脸呗。他如果说我骗了他，让我跟他离婚，让我赔他100万，我没有钱，我只有一条命。他如果不要孩子的话，那咱们娘仨就回老家种地去。大春啊，你说的轻巧，是这么回事儿吗？因为我让你们小两口离婚，因为我让我孙子缺爹少娘，这是当娘做的事儿吗？哎呀，娘，那我什么时候才能说呀？哎，大春啊，说不说又能怎么样？说了，这保姆我不当了；不说，我这保姆就不当了吗？大春儿，小旭叫不叫我一声娘，都没关系。娘思前想后，都是为了你，知道吗？娘，要不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再试探着看看。我先上班去了。慢点骑啊。嗯。
慢点儿。哦。那2000块钱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哎，宝宝，宝宝，奶奶抱抱，奶奶抱抱。哎，哎，奶奶抱抱。这个赵小旭怎么不接电话呢？刘总，你干什么去了你？我们家孩子摔了，所以我回去看看。我打你手机，你为什么不接？啊？哎呀，对不起，我没听见。还有那花，啊，怎么回事？啊，你什么意思啊你？哎呀，又是谁呀？这是，真烦人，真是的。丢丢，丢丢。哪儿去了这狗？丢丢，丢丢，能跑哪儿去呢？丢丢，阿姨，啊，哎，您在这儿干什么呢？我找丢丢呢。啊，丢丢还没回来啊？可不是吗？一天了都没个影儿，不会跟建平的车跑了吧？哎呀，不可能，是不是跑得太远了？他不认识回家的路了？不可能，这狗啊，它认门。别管他跑多远，都能找着自个儿的家。哎呀，不用管他了，阿姨，您看，我给您买的营养品，花这钱干嘛呀？哎，我不得给您赔礼道歉吗？事儿都过去了，赔什么礼，道什么歉呢？那阿姨，您先拿着，我再到处啊去找一找，如果找不到，我再到梅大姐家去看看啊。哎，您快回屋吧，啊，我走了，阿姨，哎、快回屋吧。我们家丢丢了吗？没有啊。哎呀，这狗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你说，今天早上嘛，它跟着李总家的那轿车后面追，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一整天都没看见它。哎呀，你们家的狗丢了丢了，不值这么追，不值得你这么找。狗嫌你们家贫。哎呀，我养这狗都养了这么长时间了，我当然对它有感情了。都那么回的事儿，人呢，狗啊，我看都差不多。时间一长就全都淡了。你看我伺候婆婆那会儿，她在炕上躺着那会儿呢，我烦人家烦得要死。等您老太太真走了呢，我这心里头没招没落的，天天还想人家。哎，可这时间长了呢，我也就随她去吧，不想了。我现在挺好，白天上班，晚上看电视，挺好。梅大姐，你这么想就对了，老太太不在了，其实对他来说是享福去了，对您来说呢，也算是脱离苦海了，你说是不是？哎，对了，梅大姐，那个姐夫还有丹丹有消息吗？你姐夫手机号都变了啊。这丹丹吧，我也觉得对不起这孩子，没给他提供一个好的家庭环境，我也找不着他。你说你跟他说话吧，说不了两句就打，是不是？我这脾气也不好，收也收不住。孩子说的也对，嫌我爱咧咧，一天到晚的嫌我没文化。前两天我这是酒吧、网吧、蹦的迪厅，我都找遍了，都没看见他。
那天我过马路，我看你一姑娘特别像她，等我追过去一看，没影了。哎，随她去吧，孩子也大了。哎呀，你也放宽心，孩子都大了，你家丹丹吧又那么聪明，肯定没事儿啊，别太着急了啊，她早晚会回来的。哎，有日子没来电话了，你说这电话要丹丹或者是……快接，梅大姐，快接。快接！是吧？是。哎，喂。喂，我是东方脑病医院，请问你是？啊？打错了，我脑子没病。东方脑病。干嘛那么大声啊？是哪儿啊？你说现在这人打电话，你是不是不看好了号你就打？喂，你是不是24040089啊？是啊，我们家这是24040089，我。我也是3栋67号，我是那个梅秀英，我脑子没病。我，你丈夫是不是叫张文健？是啊。你明天上午到医院财务科来吧。明天上午啊？啊，这不是你们认识他呀？啊，就这样。哦，他那个血，挂了。是不是我刚才跟人说话太冲了，所以人家不愿意跟我说了？你还知道啊你啊？东方脑病财务科，明天让我去东方脑病财务科，这是干什么呀？我知道了，怎么了？你姐夫呀，啊，以前写过关于医院的戏，肯定是人医院人用这剧本了，就让我过去取钱去，是吗？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儿。这回好了，有钱了，小旭，哈哈，有钱了，有钱了，有钱又搞筹了。科在哪儿呢？这是，这回可好，今天大问题吧，有了钱了就什么就事儿好办了就。哎，阿珍，大夫你好，我来领钱来了。什么钱呢？张文健写剧本，我爱人昨天来电话了。我不太清楚，你到病房问大夫去吧。问大夫？对，2楼病房。你是张文健的家属吗？对呀，是我。在这儿呢。嗯。不会吧？哎，是文健，我是秀英。他听见了吗？文健。他怎么不说话呀？怎么了他？大夫他怎么这样了？把他送来的时候是严重的脑外伤，后来经过我们的全力抢救，治疗到这种程度不容易了。怎么不说话？哎，他没有知觉呢。医学称之为植物人。什么人？植物人。怎么就成了植物人了？谁给送来的呀？一个月以前，一位女士半夜把他送到这儿来的。一女的。我们原本以为这个女人就是他爱人。后来知道并不是，我找你费了很多的功夫。哎，你别激动，抢救的呀？哎，你别激动啊！别瞎说，结果你们全力抢救以后，哎，我跟你说，以后啊，怎么抢救的你？我跟你说，以后，经过你的耐心护理，这个我也不好说，也许会出现奇迹的。什么奇迹啊？他都不认识我了。哎呀，只要耐心，也许就会出现奇迹的。病人家属，这是病人入院的时候的物品，你清点一下。上衣口袋里面还有一封信。不是什么信呢？这是什么情啊？什么呀？这是李芳，这不是情书吗？这大夫，这跟我没关系啊。这女的才跟他，这不是我爱人，我爱人不这样。这女的跟我没关系，这跟他才有关系。哎，那不行！哎，你回来，回来！哎，病人家属。张文健，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我？我现在要掉进海里，我就一了百了，你知道吗？你的女儿就没人管了。
姐，别哭了啊，来擦擦眼泪。姐，别哭了，这个女人也太可恶了啊！姐夫现在成了植物人了，她不管了，她还跑了。他在外边养女人，这还不算，他多少年都不回来了。他回来以后成了一个活尸了，来找我来了。他不养他，我刚给他妈伺候走，我才进去几天呢，又给我送了这么一个东西来了。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呢？梅大姐，事情都这样了，那咱总不能把姐夫放在医院里不管呢，啊？谁管？我才不管呢，我不管。可是，梅大姐，你们毕竟是夫妻呀。夫妻怎么了？他好的时候拿我当过老婆吗？咱梅大姐，咱梅大姐，来喝口水润润嗓子。谁遇见这事儿，不着急不上火呢？可身子是自个儿的。来，喝喝口水，拿着，好孩子。韩梅大姐，按说呀，没我这外人插话的份儿，可是我刚才在厨房啊听了大半天了，怎么说来着那句话，站着说话不腰疼，要搁我吧，也不想把他弄回来。可是还有一句老话怎么说来着，一日夫妻百日恩，你们俩那么多年的夫妻，就算他不是你男人，兄弟邻居，也不能眼看着他在外边不管，你说是吧，他梅大姐？对呀，他梅大姐呀，我就想起来呀，你把你婆婆扔在大街上，你不是心软舍不得又给他背回来了吗？我早就看出来了，你呀、啊、心善，就是刀子嘴豆腐心，就是命不好，认命吧啊。对呀、啊、梅大姐，阿姨说的对，你呀、啊、就是刀子嘴豆腐心，气归气，你还真能把姐夫扔在外面不管他吗？还不如早点把他接回来呢。啊！我把他接回来，我就不能上班，我不能上班，我就不能赚钱养活我自己。我要上班，他一具活尸躺在家里头，谁伺候他呀？我伺候。反正我也没什么事儿，除了看孩子也没别的事儿。这么着，我帮你伺候着。我这擦屎擦尿的，哪能让您伺候的呀？再说我也给不起您工钱。一个老太太接个屎擦个尿，这都不算什么，你可千万别跟我提工钱啊！你看你跟小旭跟亲姐们似的，这不是就一家人吗？谁求不着谁呀、啊、梅大姐，你看阿姨都这么愿意帮忙，咱还是早点把姐夫接回来吧。接回来吧，接回来吧啊、哦、那我就把他接回来啊、哦、接回来好，接回来好。咱马上就把他接回来，我现在就给大婶打电话，让他马上把姐夫背回来啊！不用，我就把他当死狗子给拖回来就行了。四处乱窜的你，招谁惹谁了？我一二三，走。甘梅大姐，哦，这个呀，是建平送给我那挺高级的牛奶，你说我也不喝，这不是就糟践了？嗯，给你男人喝啊。嗯，不用不用，喝什么呀他？喝点马尿就不错了，好歹也是一条命啊。我看他这样还不如断了气的好。别这么说啊，有口气儿，你身边不就有个伴儿吗？对呀。平时也见不着影儿，摸不着人呢，在外边跟什么女人混来的，我也不知道啊。这没人要了，回家了。没人要，回家了，不就你一人的了吗？别的女的就不跟你争了，对吧？嗯，你说呢？是，是。
那咱们，那，行，我们走了啊，别伤心了，知道，奶放那儿了啊。你有本事你给我起来，你给我走一个。喝牛奶呢你还，喝马尿的。哎呀，好了，小旭，你别再哭了，眼睛都哭肿了，明天怎么上班呢？魏大姐的命真苦。他那个男人真不是东西，不过梅大姐可真是好样的。要是你背叛了我，像詹文健那样，我可不管你。我可不会那样的，你相信我。那可没准。那好，那我王大川发誓，如果我做出任何对不起赵小旭的事的话，我出去被车压死。你说什么呢你？赶紧呸呀！呸什么东西啊？你呸！我呸！再跺两下脚。哎呀，你还那么迷信！你快点，再跺两下脚。呸！我不是迷信，我也不想让你咒你自己。你是个老实人，你不会做对不起我的事儿。而且我也知道，你不会撒谎。你要对我撒一点点谎，我都能看出来。我其实。小旭，其实我对你撒了个大谎。王姐，欢迎光临，欢迎啊！扣子开了，王姐，停！进来。刘总，您找我啊？你坐下。哎，好，谢谢。我找你呢，也是两件事儿。不过，你别害怕。第一，我准备把你调到总经理办公室来，做我的助理。我，这个不行，我干不了。干不了，我也不会选你呀。哎，你看，你的办公桌就在那儿呢。这，你别往歪处想，只是为了工作方便嘛。而且你也知道，我刘某啊，粗鲁归粗鲁，可从来不做强迫人的事儿，除非别人心甘情愿。工资呢，水涨船高啊，一个月3000块怎么样？要不我就干干看吧。第二呢，就是关于王大川的事儿。哦，你不是说让我照顾他点吗？哦，是想让他学点本事，不想让他一辈子站大门。是。我给他联系了一个好差事。什么差事啊？利达集团的总裁王思梦，王总需要一个司机。哦，我推荐了王大春。可我们家大春不会开车呀。现学嘛，一个月也是3000块。像王大春那样的条件，这也算是一步登天了。